鸡排起锅，金黄酥脆，西门町豪大大鸡排在地开业11年，俨然成了地标，却无预警休业，改成伴手礼店。我来的时候都蛮多人的，就一瞬间没有了，然后我路就认不得了。我现在在找我的头发店，生意蛮好，但是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消失，算招牌的啊。因为大部分人都会来这边买，熟悉的蓝色招牌不复存在，就连旁边的饮料店也收起来，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台湾伴手礼，不如以往大排长龙的热闹。人家一直检举啦，他已经改装很多次了，然后好像还是不行，然后就趁这个时候就收起来，因为这个时候也人员也不好请，所以他也觉得很累，所以就收了。租金压力，长期缺工，又常常被检举，老板好累。停业一个月后，原址规划伴手礼店。有的人一直问啊，我说早就收了，关门了。一年装潢好几次，他就卖不到那个房租。餐饮环境大受影响，根据统计，光士林夜市的豪大大鸡排业绩就掉40%。全盛时期全台60家分店，目前只剩10家。豪大大不排除规划转型，永续经营。三立新闻李文玉，台北采访报道。